太阳出来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。小孩子之间如果产生矛盾，最好是自行解决。虽然说双方家长都很紧张，但是都没有插手。哎，这刚说完怎么给武器了？这个有失公平了啊！不能给武器的。想杀我？不可能！这还没到过年的时候呢，你就别惦记着我了，去找别的住吧，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每天不喝奶菜不干活，干死两口才是勤快啊！这个能练成影影啊！看更多萌宠视频，请点赞关注我。